没事，没事。吴局长，啊，附近渔民看着这边船着火了，就过来救火。等他们赶来的时候，发现这三个人已经死了，就赶紧报了案。他们认识船主吗？ 只知道这诺苏人的船，他们平时跟周边的人并不来往，所以具体情况还不清楚。从目前的情况看，应该跟容积镇有关。 报告，后山又发现一具男尸。吴局长，雷处，这是在死者身上找到的。我们还在附近的草丛里发现了这把手枪。 敌特分子已经发现了荣金镇的踪迹，正在追杀他。曹队长，马上去问问周边的渔民，那艘渔船到底是什么人，尽快核实这四名死者的身份。是。还有。 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是我们屯粮的地方，至少现在看起来是安全的。我们在这住一个晚上，明天一早，你跟我去千丈崖。为什么要去千丈崖？你从那里掉下来的，我们就回那里去找线索。 我要看看，你到底是谁。你为什么非得知道我是谁？一开始，你只是欠我钱，但现在，你欠我一条船，所以我必须知道你是谁。那这样吧，我再给你写一张欠条，上面就写阿尼古。 欠沈鱼，渔船一艘，救命之恩两次，特此立据。